你好，我是大山，你的专业白痴。快坐到这儿，我来看看光线。葡萄汁、牛轧拼盘、蛋挞、披萨，这是？这不是吃的，这是用来拍你的。智云手机云台，我是个美食做菜博主。面包机放筷子，烤盘全是灰，到处都是外卖袋，这些真是你做的？你不说我不说，我那些粉丝，哼，哪儿知道啊？支付了。吃完了，太稳了！还有智能美颜，一键生成大片，指定是个爆款视频啊！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公司都配有代吃记录仪，你刚刚的行为全部记录下来了。啊！别，我还指着我那些粉丝赚钱呢。那你准备准备，掉粉吧！